Hey guys, it's General here. 大家好，我是 General Chaos 将军。今天搞一搞天气，好吧 ？ZSU 57，这个毛子的、这个坦克歼击车，这个车呢，这个威力极其强劲，大家也其实知道，但它的自保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好。现在应该降权重了吧？我记得以前是 7.7， 现在 7.3。之前我其实玩的没有那么多，我还蛮喜欢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不是很常玩它吧，只能说。对，现在呢，时隔好久拿出来玩一玩，我觉得还不错了，好吧？啊 ，QQ 加速器这个月又有活动了啊，年卡88块钱，那个优惠的活动又出来了。上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是过年的时候，我记得。啊，时隔4个月又有年卡88了。然后邀请好友注册，那我还是说好像还是可以领红包，好吧，还是去他们公众号领红包，反正等于这个月有两个活动，还不错吧，好吧，需要年卡的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啊，反正将军用的蛮爽，丢个火炮，我们直接冲 C 啊，对 A 点我只是过一下，我只是一个路过的男人，不要在乎我。我们直接去 C 里面站一个侧，站好 C， 站好 C 以后，在里面可以蹲一下人，好吧？双57炮的这个装药弹，这个 APCBC 啊，侧面打进别人的坦克，基本上是秒杀的。就所以玩这辆车最重要一点就是一定要到侧面，一定要进侧面，不然就不好搞。哇，怎么一直有人在扫？不管，先进去。那边有一辆车一直在扫这边，那我先等一下好了，把地上的这个障碍清掉，看清楚一点。哎，有人。好的，小豹已死了，爆他弹药架，一个人头。咻！好，点炸完了，看一下那个扫我这边的人还在不在？还在，他的车子。哇，他为什么在打我？我在房子后面，我刚刚都没露头哎。他就一炮打过来了，可以啊，这个小朋友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就多等一会儿吧。我们看看正面有没有人过来，没有人的话，等我找机会再过去。反正他还看着呢。对，我在整个人在房子后面，我没露头的。但是他还是看着我。原来你看他还在扫。总而言之，哎，他觉得他是能看到我的，好吧？我们看看内侧有没有人，外侧有没有人。城镇，哎，外面有一个被点亮的，一会儿看一眼。这边屁股暂时安全，哎，这边点亮的，看到人了，他在往这边吧，应该把树打倒，看不清啊、哦，哎，在那儿，他死了。宝仪又一亮，小宝仪啊，还有人亮着，哦，没有了，这是刚刚死掉的，我们再转回去。哎呦，天气真的天气对地真的好像很强，对空真的没有很强，但对地真的很强。来了一辆车，爆一，哎，那边那辆瞄我的没了，他那个炮塔不在那了，他要给我个侧面，我就能杀他，这应该是爆一吧？完了，哇，看我了，还可以，炮手打死了，再多来几炮他应该能死，哎呀，放烟了，我不敢多待了，刚刚。不然他刚刚多来几个，哎，又一辆虎王。好，虎王现在正面可以弹下去，把他驾驶员弹死吗？冲一个侧面吧，好吧，这边现在全是烟，不太安全。好，不好意思了，拿了个助攻，这是个死人。虎王还在里面吧？应该。虎王也死了，好，又拿一个助攻，两助攻，两杀两助攻，还行吧。哎呦，好了，没了。被打停了，这边有一个什么猎虎吗？哎呀，可惜，这两杀两助攻还行吧，拿出我的那个好了，我们这边死还行，备用车再来一趟，150多的穿身真的足够了，我看一下啊，这次就不能冲 C 了，对面那一块很扎实，感觉人很多的样子。
然后河对岸 A5 那边也有人，蛮危险的，反正。我刚刚看到那辆应该是个烈火在那边，但我没打到他，我就死了。哎呀，刚刚我就是停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，被打停在一个尴尬的地方啊，打不死他的。是两炮，他好像没的没的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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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不死的，除非他朝我来。哎，他不朝我来，那没得打。走，我们这边死的蛮惨的。对，你看 C 附近中线附近的队友死完了，不行，我现在开始埋伏了。这车打防守反击也还不错。按现在小地图上显示的我们这边的人数来说，我们这把输定了，已经没什么人了。我前面有一个队友死了，是被从对面打来的，远方打来的，快冲过去报一，看应该是那个吧，我估计啊。对面开始，对面开始站 A 了，没看到人，没了，基本上要开始被对面压加了。我现在还是两个人头，我就关个引擎，找个地方躲好吧。那边是人吗？那边不是，基本上就是接下去能杀几个杀几个，好吧。我就像天启这种车子打防守反击好，就好就好在它的那个火力间隙比较短，就一两秒的时间，不像人家打完一发至少五六秒，对吧？看不到人 ，A 点又开始站了，看不到呀 ，A 点，哎，是那个吗？哇，一炮就杀了，我操，可以，爆一。躲起来，要隐忍啊，千万要隐忍。和对面那个中坦应该还是活着的，所以我不能往外跑。现在走这个墙的外线的话，会被对面的人杀掉。我看不到，关键我这边看不到。哇哦，队友被杀完了呀！找个地方躲好吧，还是三个人头目前。低调点打，我说不定还能再杀几个。但是，哦哟，什么东西？猎虎，猎虎，猎虎，这个角度打不了。他给我个侧面，我能杀。这个角度打不了。不行，杠三正面也没法打猎虎，现在蛮难打的。僵住了，大家尬住了，现在。哎呀，猎虎要给我侧面啊！正面我真的拿猎虎没办法，其他炮管可能是个办法，但是现在露头会容易死。那边有人，先杀那个，爆一。好的，就让你看我，你不看我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杀你呢。下面的又有队友被杀了，猎虎可能现在还不知道这边有一辆武器，关引擎。准备再关引擎，反正现在可以不关。对，旁边有队友，敌人不知道。我现在几个人头了？四个人头有吧？现在可以关了。哎呀，杠三死了，被破甲弹打死的肯定是。猎户不给侧面，我不出去啊，装死。现在我们这边地面只剩我跟那辆那个 BMP 了。再给一点点侧面，好吧。哎呦，那边有人爆一，看不到。猎户还是不知道这边有个人，忍耐忍耐。哎，要来一辆，等着，要来了，来了，四八。好的，这下猎户应该知道。哎，猎户放烟了，猎户炮管坏了，五个人头了，我现在继续躲着。我就不信了，我跟你们说。但是最近我发现好像尸体有的时候还是会消失的，不是一直留着的，之前是完全留着的。外面有人，嗯，四五坦间，
啊，我再收一个人头好了。哎，六个人头，把炮打完啊！我喜欢把弹药打完。我现在好像只能从外面走了，从里面走彻底没活路了。哎，我操，跟我对刚，好了，哇，杀掉了，虎王被我正面打死了，七个人头可以。猎虎发现我了，那我应该没了。哎，八个人头 BMP， 哇，我一个人打他妈一堆人啊！真的，我队友再正常一点点，多几个正常的队友，我觉得我能打更久。给我个侧面，给我侧面，看能不能杀他。哎，侧面。没了，他没有给我大侧面，那我要死了。喂，没了。表流要舔掉了哦，八个人头，我尽力了。哇，我看看，我们队友大部分一个人头、零个人头、两个人头、三个人头，哇，人头全是我的，可以。都怪我，我把他们杀完了，就到这吧，这把输了。哎呦，尽力了，下次见吧，拜拜，朋友们。点个三连喽。